噔噔噔！欢迎来到希尔特大陆，您将开启一段美妙奇幻的神奇之旅。冒险者你好，可以帮我把这个木头放到那边吗？哦，真是谢谢你，我们正在回收全城的酒桶。学好技能。我正在招募人手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。您具备加入骑士团的资格呢。我的生意，三年不开张，开张迟三年。我的帽子可不会轻易给你。我喜欢大人变成鸡宝宝、狗宝宝、兔宝宝。希尔特的历史该从何讲起呢？铁匠世家出品装备从来都是价高者得，去年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，狮子城差点就不复存在了。转职可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转职后您就不再是普通的冒险者了。
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呀，一定要爱护他们呀。您真是适合喂养宠物呢，您愿意留下来吗？如果您签下契约，您将拥有变身的超能力。您签下契约了，您刚刚的战斗真是精彩呀。你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了，真是了不起的冒险者。伟大的人，请接受我的赠礼，继续向前探索吧。冒险者，请您接受最后的测试。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圈足无锡兔兔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？病兔。希尔特大陆是一个魔法世界，您见识过魔法吗？在希尔特大陆，你一定要跟魔法师保持距离。我们是最专业的，麻烦给个五星好评吧。我们是最专业的，麻烦给个五星好评吧。那么可爱的蘑菇弟弟，你也舍得打？我要惩罚你。勇往直前，永不回头。贝利快递，世界第一。请您立即前往调查。本战斗，资源丰富材料。
请您立即前往调查。您带来了木材，可是保证夜晚安全的好东西。您的排名似乎出战三个厉害的宠物，一定能帮您获得好排名。冒险者，日记愉快吗？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您忘了我的委托了吗？冒险者，想要快速飞翔，恐怕您得乘坐热气球了。谢谢您教训这些家伙，他们可没少找我的麻烦。年轻人，我差点忘了，我要送您的礼物。欢迎乘坐狮子城旅游公司热气球。冒险者，旅行愉快吗？
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吧？我们走吧。单人进攻，提升竞技场排名，可领取更丰厚的奖励。尊贵的主人已经在对岸等您了。我是希尔特的宰相，哲安·阿哈斯纳特。史特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和露拉族战火不断的地方。您回到过去的路上，不妨跟送您过去的人聊聊，那将会是个漫长的旅行。我奉艾克哈特国王陛下之命，正在调查希尔特三位英雄的下落。